米尔塞普中资料照，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 NBA 伤兵再多一枚，本季从老鹰转战金块队的明星大前锋米尔塞普 Paul Millsap 左手腕伤势必须开刀，预计将休养三个月，这无疑对战局西部第六的金块是一大打击。米尔塞普本季以3年9000万美元的合约转战金块，出赛16场，场均缴出15.6分、6.2篮板、3.1助攻，表现不如预期。19日与湖人队的比赛重伤了左手腕后就未曾出赛，如今据美媒报道指出，米尔塞普的伤势需要动刀，预计恐缺席三个月。米尔塞普高挂免战牌后，半兽人法瑞德 Kenneth Farid 将回到先发，普朗利 Mason Plumlee 和莱尔斯 Trey Lyles 将会多出许多上场时间。